要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耶稣施恩带领啊，让我们都能放下世上的俗物，来纪念遵守安息圣日。上午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神保护的爱。我们看《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第9节到11节，《生命记》32章第9节到11节，翻到以后这个地方做个记号哈。我们圣经有一条线，还是说有书签，就放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会再翻回来哈。32章第9节，耶和华的份是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第10节。耶和华神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一段是摩西哈，他作诗歌，将他对于神的爱哈的一种体会经历，用2个不同的比喻把它表明出来，目的就是要让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能来清楚明白神的大爱。那摩西他体会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他用2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他说神的爱啊，就好像保护眼中瞳人的爱。第二个，他说神的爱啊，就好像母鹰啊，在教导雏鹰学飞的那种爱。第一种爱很自然，我们都很愿意接受啊，保护的爱，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都很愿意啊，也是应该要这样。但是第二种爱，好像母鹰教导雏鹰学飞的爱，当下我们就非常的震惊，神爱我吗？表面上看起来母鹰对小鹰非常的残忍，用它的刺啊，把雏鹰，从巢窝把它从这个巢窝把它往外推。我们知道那个鹰的巢窝都是在这个高处在岩壁上面，一把它推出去，雏鹰马上往下坠，从高处往下坠，原本很熟悉很满意的环境突然改变，马上往下坠。如果我们是雏鹰，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样是一种爱吗？这一部分我下午再来谈，神操练的爱。那上午先来谈，第一个比喻，神保护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好像保护眼中瞳人的爱。那小弟就根据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我用2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神保护的爱。第一点，神的爱是主动的爱，神的保护是主动的。第二点，神的爱，神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保护。我们看第10节，32章第10节，耶和华神遇见他。这里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爱，主动的保护。这里说神遇见他，不是我们遇见神，不是我们找到神，是神让我们遇见。神是灵，我们找不到神，我们也没办法遇到神，但是神让我们遇见他，这个就是神的爱。遇见原文的意思就是到达，找着。神到达我们这边，神找到我们，不是我们到神那一边，不是我们找到神。所以神对我们爱是主动的爱，
主对我们的保护啊，是在我们最需要、最无助的时候对我们的保护。神遇见我们啊，这个遇见呢、啊，就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哈、啊，神对我们的应许，神同在得救的经历，神到达我们这里，跟我们站在一起，站在我们旁边，神找到我们。哦，所以遇见就是一种经历，一种体会。哦，平常我们说啊，你怎么会知道？我遇见过啊，我遇见了啊，我遇到啊，我经历过啊。哦，所以我知道嘛。所以遇见就是一种经历了，经历什么？神同在的经历，神保护的经历。哦，就是神的爱哦。啊，我们看以赛亚书65章第1节。以赛亚书65章第1节，以赛亚书65章第1节，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也是告诉我们，神让世人遇见，不只是让已经信主的人遇见他，要让所有的世人都可以遇见神。这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嘛，就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神主动找人呢，所以耶稣基督 他来不是救义人，他来是救罪人。这个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了，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主耶稣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这个世上的人。所以这里说素来没有访问神的人，现在在求问神了，没有访问呢，没有寻找，但是他现在可以求问神。为什么？因为这边说神叫我们遇见他，神主动来找人，而且找到人，而且到达每一个人的旁边，他的身边，告诉他：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对，你需要帮助，你需要救赎，但我就是你的帮助，我就是你的救赎，我在这里啦，我在这里。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认识的人这么多，竟然没一个人可以帮助我。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天地这么大，但是好像没有我容身之处啊！谁可以帮助我呢？谁可以救赎我呢？哪里可以找到救赎我的人呢？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是可以帮助你的人，我就是可以救赎你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爱，神主动找人，让人遇见他，告诉人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人就可以来求问神啊，人就可以来敬拜神啊，人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救赎。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讲过，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神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神。我们看创世纪32章，创世纪32章第1节，创世纪32章第1节，32章第1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第二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哈念。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队军队。这里说雅各仍旧行路，为什么他仍旧行路呢？他就是遵行神的吩咐，神告诉他你要回家乡以色列地了，不要再留在这个巴旦亚兰这个地方，你要回去了。他真的遵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旨意回去了。所以这边说仍旧行路，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要回故乡迦南地。好，这边说神的使者遇见他，不是他遇见神的使者，是神的使者遇见他，就是说神派军队保护他啦。神派军队保护他，为什么神派军队保护他？因为他仍旧行路，他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啊，神会派军队保护他，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啦，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为什么这时候雅各可以看到？因为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当你遵行神旨意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神的使者就代表神嘛，神与你同在，在保护你。所以这边说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雅各就可以看见他们哦，不然雅各看不到嘛。因为神的使者是灵体嘛，我们带着肉体，我们看不到这个属灵的神，属灵的这个天使神的使者，但是神看他的眼睛，目的就是告诉他不用怕，我跟你同在，我在保护你。那怎么保护你呢？我派两队军兵在保护你。所以雅各一看到之后啦，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哈念，就是两队军队。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条路走得很辛苦，这条路我走得很孤单，很无助啦，好像我旁边都没有人呢。但是神要告诉我们，我跟你同在，不是没有人，有两队军队，左边一队，右边一队，在保护着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不知道，没有看到，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事实是存在的，神跟我们同在，在保护我们，所以雅各仍旧行路，是遵行神的旨意哦。好，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三节。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三节，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神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我现在往前推的了哈。那为什么雅各仍旧行路？因为神吩咐他回去，回去迦南地，回去你祖你父之地。好，神应许他，我必与你同在。那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呢？神叫他回去，神说要与他同在，但是一路上有吗？我有看到神跟我同在吗？眼睛看不到，但是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看到神的两队军队。事实证明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神，神说要跟他同在，确实神跟他同在。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我们再往前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我也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护你，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神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十七节，就惧怕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是记载当时雅各离开温暖的家庭，要到从来没有去过的他母舅的家巴旦亚兰。为什么？因为要逃避问题，因为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不得已他的妈妈告诉他，你先暂避风头，到我哥哥你母舅拉班的家里面暂时逃避问题，等问题解决了我再叫人请你回来。结果他就出门了，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了这个迦南地，从别示巴出发向哈兰走去。走到野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那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要在野地住宿
如果我们是雅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心情，前面眼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未来的路呢？未来的路不知道，不知道啊！现在已经天色已经暗了，一个人在野地，一个人独自一个人，一定非常的孤单，一定非常寂寞，一定非常的无助无奈。所以神知道，所以神主动显现哦，让他做异梦，然后告诉他，应许他，你不孤单，我跟你同在。所以十五节说，我必与你同在，你不是一个人啊，我在你身边啊，我跟你同在哦，而且你也不用怕前面的路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前面的路，没有人知道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会恐惧会害怕。所以神告诉他，不用害怕，我跟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啊，带你去，带你平平安安的回到这里啊，来成就我对你所应许的。好，当时的雅各十六节说，雅各睡醒那个反应什么？吓一跳啊！耶和华真神真在这里哦，真的在这里哦，真在我旁边哦，真的跟我同在哦，我竟然不知道。那可见当时雅各对神的认识啊，他信仰啊的程度啊，还是非常的幼稚。他认为耶和华神啊，只是区域性的神而已啊，迦南地的神。那我现在已经离开迦南地了，我已经离开迦南地了，那我只有我一个人啊，想不到神也在这里呢啊，他想不到神是全地遍在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他才讲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第二个，神跟我同在，我竟然不知道，我还在害怕，我还在担忧，我还认为我一个人非常的孤单。没有错了，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非常孤单，但是我们不孤独，孤单却不孤独啊，其实孤单跟孤独它的意思差不多了啊，但是如果要把它分清楚也可以分，孤单大概是指着环境，环境上的孤单，孤独呢是指着心灵上的孤单，那叫做孤独。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些时候虽然是孤单，但是却不孤独。好像现在的雅各，你说他孤单不孤单？很孤单，他自己一个人在野地啊，而且哇，那眼前的路怎么走呢？非常的无助，非常的无奈，但是他不孤独。为什么？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有些人虽然不孤单，但是他非常的孤独啊，比如说现在现场这么多人，对不对？应该我不会觉得孤单啊，很多人嘛，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孤独，我觉得非常孤独。有些人也是一样，家里不是没有人啊，有家人啊，但是他觉得他非常的孤独，他非常的孤单哦。所以环境上虽然不孤单，有些人非常的孤独，所以我们要有神啊哦，所以感谢神啊，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孤单，但是我们却不孤独，神跟我们同在。所以雅各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神一直在我身边呢，不是说诶 我在迦南地神才在我身边，我离开迦南地神不在我身边呢，不论我 走到哪里，神都在我身边呢，神跟我同在呢，而且这是神的应许呢。以马内利嘛，以马内利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哦，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哦。所以雅各他从他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路程啊，他真的体会到神的应许，神一直跟他同在，神一直在保护着他，而且神的保护是主动的哦。这边雅各有呼求天上的神吗？没有呢，没有哦。但是神主动来找他，神主动告诉他，不要害怕，我跟你同在。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28章第8节，
马太福音28章第8节，马太福音28章第8节，第八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第九节，耶稣突然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里是主耶稣被抓拿钉十字架，然后就放在坟墓里。这里谈到这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他们就要到坟墓去看耶稣了。结果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在坟墓那边。然后天使就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赶快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他们就赶快急忙离开坟墓要按照天使告诉他们去告诉主的门徒。第九节这里说，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这个突然是对人来看的啦，人会觉得很突然，但是神会突然吗？神是必然的啦，神是必然的，但是在人是突然的。突然耶稣遇见他们，就是耶稣让他们看到耶稣啦，耶稣找到他们啦，耶稣到达他们那里，所以耶稣主动显现到达他们那里。第一句话说什么？愿你们平安。请问那时候环境平安吗？他们平安吗？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的主被抓拿，被钉十字架死了。所以当时大家都非常害怕其他的经文也记载耶稣的门徒那些信耶稣的人都在房间里面门关着，害怕犹太人，门关着害怕犹太人。为什么？也怕犹太人来开始大肆的抓拿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的主已经被抓了，被钉了，而且死了，而且放在坟墓里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在环境上没有平安，他们在心灵上也没有平安。所以主耶稣复活显现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话？愿你们平安。但是事实上那时候他们没有平安。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主耶稣知道他们现在需要平安，因为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就抱住耶稣。好，那第二句话耶稣告诉他们，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所以平安就不用害怕，耶稣可以给我们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经历过不安的主，我们的主是胜过死亡的主，所以他可以给我们平安。有些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我们讲说你又不是我，你现在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吗？愿你平安讲得很快很容易愿你平安那有些时候我们说天上的神天高皇帝远你知道民间疾苦吗？你能体会人的苦吗？耶稣为什么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他能体会，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降生在马槽，他生长在人家看不起的木匠的家里面，他出来传福音，到处被逼迫，到处被藐视，被唾弃，甚至到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他经历过不安，他经历患难困苦，
他能体会，他知道，所以愿你平安。然后告诉门徒说，告诉这两个妇女说，不要害怕。确实他们当时非常害怕，环境对他们来讲非常害怕，心灵也非常的恐惧。再来要怎么办？再来要怎么办？我们的主被抓被定了死了，再要怎么办呢？非常害怕，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主说，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赶快去告诉我的兄弟，往加利利去，必在那里遇见我。耶稣已经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等他们了，等他们，他们到的时候也是像这边所说的，神遇见他们，因为神老早就在那边等他们了，到达那个地方在等他们了。我们再看回来生命记，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神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这里说神的爱是主动的保护，是在我们最需要最无助的地方。在哪个地方？不是在康庄大道，不在平坦的高速公路，这里说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这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人生当中最需要最危急的时候，神的爱神的保护就会在这边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感受不到不是代表神没有在我们身边，我们刚刚有已经翻到了雅各，雅各神一直在他旁边嘛，他说什么？神在我身边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不代表神不在我们旁边，我们不知道不代表神没有保护我们，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 用属灵的眼光看到，不是没有，不是没有。所以这边说神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这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他要到达人这个地方。我们看诗篇十二篇第五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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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神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神都在看，神都知道。所以这边说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还有很多很多了，当然圣经就是用代表性的，每个人的那时候的景况，那时候的需求，神都知道。比如说困苦人的冤屈，神知道啊。比如说贫穷人的叹息，神也知道啊。所以不管什么人，他那时候他的需求他的困难，神都知道。神说什么？我现在就要起来，起来到什么？到达他那个地方嘛，让他遇见啊。神说不是说改天再讲了，我现在很忙了，我现在能力还不够了，等我能力够的时候再来啊。没有啊，神无所不能啊，神无所不在啊。所以神说我现在就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
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26节，扫罗在这山，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27节，突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28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29节，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这里是大卫他的一种经历。神也没有告诉大卫，是我救了你。神默默跟他同在，神默默的保护他。那时候扫罗到处要抓拿大卫，无论大卫躲到哪里，马上有人通风报信马上扫罗又带着这个军队跟随他的人去巡索大卫。所以不论大卫逃到哪里，马上这个抓拿他的人就来了。这里也是记载有一次大卫在马云旷野这边，马上有人通风报信了嘛，所以扫罗也是带人来抓拿大卫，结果被团团围住了。这边26节这里说大卫被扫罗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已经没路可走了，一定会被抓拿。在危急的时候27节说，突然有神的使者，这个突然也是从人来看的，在神是必然的，神老早就安排好了，神安排那个时机点，刚好他们要下手抓拿大卫的时候，使者就来报告了，非利士人犯境了，王你赶快回去不然非利士人就攻来了。所以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这里说于是28节，于是扫罗就不追赶大卫了，回去攻打非利士人。那如果圣经没有记载神都没有告诉大卫，大卫知道神保护他吗？神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吗？怎么会这么刚好？怎么会这么刚好？你刚好要下手抓拿的时候，那个报信的使者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刚好到，不迟一点到，不早一点到，就是刚刚那时候到，这个就是神的保护了。所以后来那个地方取名叫做希拉哈马希罗杰，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隔离的磐石，隔离的磐石。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神已经把它隔离了，但是环境看已经团团被围住嘛。圣经说哇，神那个大卫的人在这边扫罗的人在那边四围团团已经围住了，对不对？围住了就跑不掉了嘛。但是我们眼睛看不到，隔离的磐石在中间已经隔开了，虽然看得到那边，虽然你看到那边马上可以抓拿住了，但是神已经隔开了，你过不来了，你过不来所以神保护了大卫所以神的保护是主动的，神遇见我们，神到达我们这里，不是我们到达神那里。好，先下来谈第二大点，神的保护神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保护，好像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同人他的意思就是心肝宝贝，就是最珍贵的。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心肝宝贝，神最珍贵的。所以神说好像保护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一样那神怎么保护呢？我们看回来《生命记》32章，
三十二章第十节，耶和华神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里说神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保护，第一个说环绕他的保护，第二个是看顾他的保护，第三个就好像保护眼中瞳人的保护。第一句话说就环绕他，环绕他就是四面的，四面的围绕。如果有一个画面出来，就好像妈妈把孩子抱在怀中一样，抱在怀里。那如果用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好像天父把我们 抱在他怀里一样，把我们当作宝贝包起来，包起来啊，抱在他的怀里，那样的心疼，那样的舍不得。我们看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耶和华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面安营搭救他们，四面安营搭救他们，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雅各，他看到神的两队军队跟他一起走路的意思一样，神的使者在保护敬畏神的人。怎么保护？视为安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为什么神会派使者来保护我们？那可见现在遇到危险啊，现在遇到患难困苦啊，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代表说他不会遇到患难困苦啊。我们跟世人一样啊，我们都会生病啊，我们会遇到患难困苦啊，我们会遇到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啊，那怎么办？感谢神，我们还有神可以依靠。那如果没有神呢？如果没有神可以依靠呢？人真的很可怜。但是感谢神，我们还有神可以依靠，这一点一定要抓住。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问题都一直没办法解决呢？怎么会这样呢？神啊，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如果我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想，感谢神还有神，如果没有神呢，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像我们台语所说的，四面壁不要一片壁能够挖，四面壁不要一片壁能够挖。如果如果一片壁都没能够挖，要怎么？感谢主，我们还有一片壁能够挖。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墙，他就是我们的依靠。所以神差派使者在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所以虽然在遇到什么患难困苦，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要因为环境改变我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畏。第二句话，神就看顾他，神就看顾他。这个看顾原文的意思就是分辨分开，分辨分开神会分辨谁是属他的人谁不是属他的人然后神会照应，神会照顾他我们看诗篇第四篇第三节，诗篇第四篇第三节，诗篇第四篇第三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这是作诗人大卫他清楚知道的，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神分别这个分别他的原文里面也有看顾，所以看顾也是分别，分别也是看顾，就是分别出来
照应他，看顾他，分别什么？敬畏神的人，虔诚神的人。所以大卫说，我求告耶和华神，他必听我。神是垂听人祷告的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到底是要讲给谁听？到底是要靠给谁看？感谢神我们的神他会听我们说，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开的在神的面前诉说，好像那个哈拿一样倾心吐意痛哭流涕直到如今的一种祈求。神他知道，他会分别，他会看顾。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十九节，以色列人，以色列营前行走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二十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以便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个就是神的分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法老王后悔，派追兵来追赶，结果在红海边追上了。以色列人回头一看，完蛋了，没救了，插翅难飞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往前逃淹死，往后逃被杀死，怎么办？所以在那边哇埋怨啊，在那边呼喊啊那摩西就告诉他们，不要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神今天所要施行的救恩然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手中的杖向着红海指去，红海就会分开。但是红海在分开的过程当中，一夜嘛神用大东风嘛让红海分开。好，那当下同时原本在前面行走的这个云柱火柱就到后面去在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当中好像一道墙一样隔开就分别了。所以这边说中夜是光亮的，这边呢中夜是黑暗的，马上就分别出来了所以神可以分别谁是虔诚人，神分别这个敬畏神虔诚人的归他保护他看顾他。第三句话说，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就是无微不至的保护，就好像眼皮保护这个我们的瞳人一样好像稍微有什么动静，你看我们那个眼皮很速度很快马上盖起来，马上盖起来保护我们的瞳人因为瞳人是非常重要的好像这个心肝宝贝一样无微不至的这个保护了我们看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第一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第二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第三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第四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五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你右边应庇你。第六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第七节，耶和华神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八节，你出你入，耶和华神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
永远。这里就谈到神的保护。做事的人说，他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山就是高处，山就是最稳固的。所以我们要向高处仰望，我们要向那个最稳固的求帮助。所以做事的人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们人都需要帮助。所以第二节他就自己回答，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为什么神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啦，天地都是他造成的，那有什么他没办法解决的呢？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帮助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也很清楚，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为什么他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创造的主。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全能，全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好，第三节以后就谈到神怎么帮助我们，神怎么保护我们。第三节第四节说，神的保护是全时的。为什么？因为说神不会打盹，我们人要休息要睡觉，但是神不用，神不用休息，神对我们的保护是24小时的，每时每刻。所以第三节第四节说，神不打盹，神也不会睡觉，所以神不会叫我们的脚动摇。保护我们的他不会，不需要休息，他也不需要睡觉，所以他对我们的保护是全时的。第五节，神对我们的保护是全在的，不论在哪个地方。第五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你右边应庇你。不管我们在哪里，神都在我们右边，意思就是说神跟我们同在。为什么神可以跟每个人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因为他是全在的神，所以神的保护是全在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以马内利啊，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第六节第七节说神的保护是全备的啊，这边说必不伤你，必不害你。第六节，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白天太阳必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第七节，耶和华神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只感受到这个性命只是肉体的生命而已吗？没有啦，圣经在讲都包括属灵的生命，不但是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属灵的生命，灵魂的生命呢？那如果肉体能得救，那灵魂不能得救呢？所以最重要的是灵魂得救，灵魂的得救。神要保护我们的性命，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所应许，那个永远的福乐。世间是暂时的，肉体有一天一定会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神所安排的是最美好的，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开始，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欢笑有时，哀痛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所以神有神的时候，神觉得哪个时候最美好，当然我们的时候当然是马上最好嘛，马上解决就好啊，那是我们人的时候，但是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旨意嘛，所以，我们只要抓住圣经神对我们的应许，这样就够了。所以第八节这里说，神的保护是随时跟永远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最后我来做个结论，看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诗篇十七篇第八节，
诗篇十七篇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神这样对我们应许，他爱我们，就好像这个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所以做事人大卫，他在祷告祈求神，求神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样的无微不至的保护，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好像这个保护眼中瞳人的爱这是大卫这抱歉了，这是摩西他体会神的爱的第一个比喻保护眼中瞳人的爱第二个爱就是母婴训练小婴学习会的爱，操练的爱我们下午再来讲神操练的爱。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唱诗345首。